好啦，起步跳出嚟最快咧，咁開邊我當白色帽嘅小金啊，咁啊內閃眼壓佢一樣要開心嘅。第三四位嗰啲馬鈴都黃色帽就與善同行啦，紅色帽喜悦知己，跑半路程前面都係冇變噶，咁啊最快咧就小金啦，一路拍住咧嗰樣要開心鬥嘅。三四位嘅馬亦都係見到與善同行同埋喜悦知己過終點啦，贏彈集咧就係粉藍帽嘅樣要開心，跑第二名就小金啦，第三名就裏邊內當紅色帽嘅喜悦知己，第四名咧就是黃色帽嘅與善同行啊。四隻馬入曬鏡頭噶啦，兩隻喺前邊，兩隻後邊拍住咁樣嘅。嗱，前邊咧對見到裏邊落檔咧就係養於開心，白色帽嗰匹咧就係小合金。另外一匹啦，紅色帽就喜悦知己，黃色帽咧就與善同行。